前几日是在台北市在保大楼，由亚洲关系协会理事长张连田、常务理事朱德基跟日本财产法人交流协会会长西月新三、理事长本元修分别代表双方签字。协议书中规定，双方各为本国人民在自己国家居留或旅行的，协助他获得入境、逗留以及子女教育的便利，并且促使民间经济、贸易、饮食、文化以及其他的各种关系建立秩序。根据协议，亚洲关系协会在东京与大阪设立办事处，在福冈设立办事分部，日本交流协会在台北跟高雄两个地方设立事务所。宣誓仪式结束之后，他们举行了酒会庆祝。